这样的事，也只有靠你去办。为您分忧解难，这是我一个儿媳妇应该做的事情。关华，他老说我强势，我再强势，也是个女人呢。妈，都是看在您的知遇之恩上面，要不然这日子，真是过不下去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的。要是别的女人啊，早就和丈夫撕破脸了。可是你，忍气吞声的。这件事儿是光华的错，回去我会收拾他的，啊。谢谢妈。妈，来，先把药吃了，再上去休息一会儿啊。啊，谢谢。奶奶，你回来怎么不叫我去接你呢？你们都是大忙人，我有紫云陪我就可以了。穆总可真厉害呀，一边照顾奶奶，一边就把大生意谈了。哎，也没办法呀。你奶奶的身体和公司的生意都重要，就算我再忙再累，我也得兼顾啊。那你真是为余家鞠躬尽瘁啊。妈，上去休息吧。哎，妈，妈，你总算是回来了。你死鬼！妈，哎哎，别话好好说，妈，别动手。我告诉你，你得好好对你的老婆。你知道紫云为了你的事儿东奔西跑，到处求人。要是没有他，你能好好？哎呦，我的老婆呀！你简直是太厉害了！外面那些莺莺燕燕哪比得过你？你就是一只定海神针呢！有你在，我这心里头安定多了。你说我怎么这么幸运呢？投胎有一个好妈，娶妻有一个伟大的老婆。都说女人是半边天。你们两个，整个扛起了我一整片天呐！哎，一整片天呐！你扛，我叫你扛。妈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。不过，我对你有个要求啊，你以后不能再让妈生气，不能再让她操心了。就算你不顾忌我，也得顾忌顾忌妈的身体吧。是是是，你说的对。从今往后，我一切都听你的啊！我要做妈的好儿子，做你的好丈夫。啊，还有好爸爸。走吧，行行，好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哎，来来来，我来我来我来。慢点嘛。哎呀，慢点慢点。哎，行了行了。一直。既然回来了，就在家里吃饭吧。难得一家人聚在一起。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了，你别装了，天天这么演戏不累吗？一直，你对我的误会太深了吧？误会？我已经见过张总的老婆了，而且她全都告诉我，说瑞华有位女老总和张总串通做局。我们公司还有谁这么诡计多端呢？穆总。你认识吗？一直，你太年轻了，有些人情世故不懂没有关系，但是至少的礼貌要有吧。你这么污蔑长辈，这样就太不好了。污蔑？合同上白纸黑字的写着比市场价高出那么多，你敢说你没有私心？你为的是这件事情啊？这个合同奶奶是知道的，不信你可以去问她呀。我只不过是嫁到余家的儿媳妇儿，什么事儿都瞒不过奶奶的。不用了，玉芝，你怎么还是跟小时候一样啊？自己做错了事情，一定要赖在别人头上呢？你还敢提当年？要不是你诬陷我，说我弄丢那批红宝石，我会被像垃圾一样赶出国外吗？吵什么呀？
你老子碰到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不但不闻不问，现在你阿姨解决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呀？你这么怕你老子被抓进去啊？你现在在这儿跟我买父亲的布，你凭什么呀？啊？哎，玉芝，光华再怎么说他也是你的父亲，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。你有什么恨，你冲着我来，都是我的错，好吗？你不要这样对你的父亲。好，好啊，那我就祝你们永结同心，白头偕老。哎，你这孩子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。子云，我就知道，有你出面，肯定没问题。啊，我于光华呢，也不是没心没肺的人，谁对我好，我心里清楚着呢。你看，今天我是不是在于芝面前维护你来着？是，我还真感动呢。哎，夫妻之间不就应该这样相互扶持吗？对对对，对对对。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。告诉你啊，以后不能再对我这样动手动脚。是是是，啊，我是说我再也不敢了。啊，最近呢，外头风言风语，说什么的都有，可是这事情已经过去了。你看，我是不是该出去露露面啊？我得让人知道我余光华他没事儿啊。我这也是为瑞华的生意着想，不是吗？说的还挺有道理的啊！哎，那你说我是不是应该请我那些朋友们吃吃喝喝压压惊啊？啊！哎呀，就是最近手头上没有钱，哎，钱。钱呢？我早就帮你准备好了。哎，这儿呢，还有一份债权转让协议书，你把它签了。签了之后，你的债就转到我名下，我帮你还。这么好？不是说了吗？我们是夫妻嘛。我就知道，子云，你是全世界最好的老婆。来来来，抱抱抱抱。你知道就好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以后你再要对我动手动脚的，我可真的不管你了。哎，不会不会，绝对不会。回来了。对呀、啊，有宝贝在家等我，我当然不舍得加班了。哇，是我最爱的味道。你怎么知道我想吃红烧肉啊？因为我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啊。那我可能先要把你吃掉。听说工厂那边已经在打样我改良过的设计图了，你放心吧，应该很快就能顺利产出样品了。有你在，我放心的。你有心事啊？没有啊。还说没有？你骗得过别人，骗不过我。还真是什么事都骗不过你啊！哎，其实没什么事啊，只是我父亲那边出了点事情，让我有点想妈妈。没事的，吃了你的红烧肉就会好的。好啦，但是我这次做的红烧肉呢，那个味道可能和你妈妈的有些差距。不过你就当做是品尝我的一片心意，希望你吃了喜欢的食物，
能让你忘记眼前的不开心。你的心意我已经收到了，不过你要是再不进去的话，你的心意可能就要糊了。哦，还好。开始吧，小于总。要不再等一等吧，高小姐还没到，我先打电话问一下。她已经请病假了，不用等。董事长。董事长，我今天特意请董事长来，今天验收成品，我想由董事长把关，应该更稳妥一些。都到齐了吧？那我们就开始吧，都坐。镶嵌组的这件产品，我还是非常期待的。董事长，这是工厂赶制出来的成品，请过目一下。确实做出来了，但是比起高会的设计，要简单许多。缺少了最初的灵性。高会的设计确实好，不过不能投产的话，也就没有商业价值了。我们要的是普罗大众都喜欢的，都能买得起的，而不是所谓的高级定制。行了，设计和生产都很重要。这件成品我觉得不错，非常精美。要是没有问题的话，我想，董事长，做决定之前。能不能先听听我作为设计总监的意见呢？说吧。当初有人说工厂做不出我的设计，是因为我的设计图有问题。那么请大家看看这个。真的能做出来啊？这是我请来的欧洲工艺师按照我的原设计稿打出来的样品。事实证明，根本不是我的设计实现不了，而是瑞华的工艺师做不出。那这就很奇怪了，瑞华这么多年的老工厂，怎么可能连样品都打不出来呢？还是说，有人故意从中作梗，要破坏这次新产品的面世呢？董事长，明明可以做出来的东西，工厂就是不做，还把责任推卸给设计师，这样的工厂有什么用呢？进来，穆总，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镶嵌组今天开成品验收会，高回带着国外的工艺师过来了，说他们能按照设计图做出来。高回正告工艺师的状了。高回，咱们工厂的工人恐怕要被牵扯进来。别着急，你先去那儿把我盯着，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汇报。是。去。王工，高杰，你一直在工厂盯着生产，你说说看，工厂的水平到底怎么样？我是从头到尾看着工艺师打样的，绝对相信他们的专业水准。高设计师，我刚才一直观察你的成品，在制作的时候没有一丝改动过吗？怎么，你还不服啊？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我们可以再做一次验证。我可以请他们指导工厂的工人再做一次样品。这个提议非常好，与其大家坐在这里干聊，倒不如让工厂再做一次。如果工厂能做出这个作品来，就说明设计图没有任何问题。如果做不出来呢？绝对没有这样的可能。好。让工厂再试一试。
今天的事情，哥，是你们两个人安排的吗？我只是答应了高慧，给他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，但没想到他做到了。所以事实证明，高慧的价值是无可替代的。你心里应该清楚，瑞华的工艺不比任何一家外国大公司差。既然他们可以做出来，为什么我们做不出来？所以原因到底是什么呀？嗯？怎么样？听他们的阐述，我觉得其实可以做出来。什么？为什么之前说做不出来呢？设计稿确实有点复杂，再加上一开始呢，大家难免都有点畏难的情绪。之前高杰又说这个设计稿有问题，所以我们就先入为主的认为，确实是稿子的问题。果然是有人故意误导。后来高杰呢又拿出了新修改的设计稿，比较便于实施，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再去研究之前的稿子。明明当初是你说分割胶膜有问题，说设计稿做不出来，我也反复研究过，确实像你说的那样，为什么现在又可以做出来了？高姐啊，你不能怕担责任就乱说话啊！你敢说之前不是你怂恿我们去找董事长告状的，不是你怂恿我们闹停工的，你还说只有这样董事长才能认可你的设计，你不能敢说现在不敢承认啊！王师傅，你也别生气，这件事情呢我也有错。高杰进组之后能力一直没有得到认可，心急之下做出这样的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。既然证明不是你们的问题就太好了，至于对高杰的处理还要听向现组两位老总的意见。你觉得呢？既然高慧的图纸没有问题，那还请王工你就按原来的图纸去打造，按工按时按制。至于高杰，回公司再说吧。高杰的事情我会亲自跟董事会汇报，你回去等着处理结果吧。这给你，你就别哭了，别人还以为我把你怎么了呢。你还好意思说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能这样吗？我把你给我介绍的什么朋友啊？你知不知道他有多难搞？我都给搞定了，买了好几份保险。我就是知道他麻烦才介绍给你的嘛，谁让你上次耍我？可他后来买了保险就出事儿，这也不是我能决定的呀。我不管，反正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知道是我倒还是他倒？你就负责把这人给我救出来，我倒要看看是不是真的骗保。我怎么救啊？看来他是真倒霉啊。你是遭了池鱼之殃了。心里怎么这么难过呀？陈敏真，情场失意，工作不顺，是挺惨的，但你要振作呀。没钱，没工作，还没有爱情，你那朋友也太惨了。他的经历我感同身受，同为备孕单身狗，我一定要帮他把理赔搞定。怪不得老板要开除，跑业务的动不动就帮别人理赔，哪个老板受得了啊？哎，我说，你要不干这行，换个别的工作吧。你懂什么？我工作又不是为了赚钱，送外卖、当幼教、开淘宝、做迎宾，这都是为了体验生活。体验生活，你懂不懂？不过话说回来，我卖保险也做了快3个月了，是时候该换了。
可是我实在想不出来他有什么工作能让我体验。你说你工作是为了体验生活，哎，这想法挺新奇啊，不如试试文案创意之类的工作，说不定能闯出一片天空呢。文案创意，对呀，我到现在都没有体验过职场白领的生活呢。哎，不错哎。对对对，你体验职场白领，我来给你规划职业道路，怎么样？先从最开始的文案做起，然后策划，然后多读书多看报，想什么声多睡觉，怎么样？所以说这次的结论就是高洁彻底输了。彻底我看还不够彻底，这次结果还没有定论，你可别高兴得太早。妈，你有什么想法？看来我得亲自出马一趟。小杰，对不起，表姨只是想为难一下于之于意，结果把你也牵扯进来，无辜受到牵连。不过有高慧在相牵阻，你未来的日子也不好过，早点离开也好。只是现在这一招落空，我必须加快布局，幸好余光华已经成了我手中的棋子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不开灯了？还在想今天的事情啊？处理决定下来了吗？是不是要开除我？虽然今天的事情看起来都是你做的，可我的心里清楚啊。我每天看着你为了设计图又加班又去熬工的，这些肯定跟你都没有一点关系啊。其实，我今天再次仔细看了一下高慧的设计图，你说可不可笑？我之前还那么斩钉截铁、言之凿凿认为有问题的地方，却被那个国外工艺师解释了那么几句，就完全不是问题了。或许，我的设计能力真的不如高慧。其实设计师就像是钻石，除了先天条件之外，还需要后天的打磨。高慧在吴小慈身边耳濡目染，他的这份学习机会呢，普通人是根本没法比的。高姐，你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设计师，你的路还很长，那就要放慢节奏，既要去长，更要不断，未来一定会更好的。嗯，谢谢你。谢我干什么呀？其实归根结底，
这次事件并不是在为难你或者为难高慧，他们就是在为难我。瑞华这么多年以来关系很复杂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啊。玉芝，对不起，你这么信任我，我让你失望了。喝茶吧。哎，今天有时间到我这儿来？哎，今天啊，我是不请自来，打扰到您了。哎呀，可怜天下父母心，我啊是真的放心不下慧慧。你也知道，慧慧啊从小在国外长大，在国外读书，那是标准的象牙塔里走出来的，对国内这些弯弯绕绕的规矩啊，那是完全不了解。所以有什么地方冒犯到您，请您多多包涵。哪里，现在的年轻人呐、都很优秀。高慧是一个有天赋的设计师，他来了以后，于毅和于直工作更认真，更精益求精了，非常好。谢谢谢谢，慧慧的个性就是这样，遇强则强，遇弱呢也是会受影响的。他这些天不是生病在家吗？哎，他跟我讲，你们镶嵌组来了一个女孩，叫高洁。怎么，你认识她？林董事长，有些话可能我一个外人不应该讲，但是我觉得林总，您身居高位，下面很多事情您可能也并不是完全了解。我觉得如果一个公司的设计师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内斗上，那将来受伤害的一定是瑞华本身。哦，嗯，谢谢，有空我会去看看，去了解了解的。大早上半深沉的，不像你啊。大早上这么热情，也不像你啊。啊，你要是不爽，多怼我两句也没问题。一会儿等奶奶宣布结果之后，你可不能失去理智。你怎么这么肯定我会反对奶奶做的决定啊？这事儿出了，高姐肯定会被开除的。不过说来也是无辜，在背后搞鬼的是穆子云，可要人出来承担责任了，就是高姐。证实了？想了点办法，对方是承认了。不过他不会在奶奶面前帮我们说什么，也没有这个必要了。我们抓住他们的把柄，也能好好给我们生产回心。哎呀，看来这一次还要谢谢穆子云。确实得谢谢他。本来高姐高慧就不能一起共事，现在算是有一个借口让高姐离开。这样的话，高慧也会满意的。哥，我帮高杰呢，是遵从自己的内心。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做什么事，都想着高慧？平时挺乖的呀，还这么有手段啊。我说今天怎么洗却一直在叫，原来是咱们设计部的灵魂人物回来了。高小姐，我怎么看着您瘦了呢？这可不行，这身体最重要，你呀千万不要太辛苦。以后啊，我们这镶嵌组还指望着您带领呢。叶总，哎，
我觉得我们镶嵌组有必要大扫除一下。为什么？你看看，放眼看过去，我们办公室脏乱不堪，尤其是有些角落，全都是杂物和废弃资料，怎么让人看着心情愉悦呢？哎，等有些人走了，我们镶嵌组大扫除一下，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，这多好啊！是，您说的呀，非常正确。干什么呢？上班呢？不知道。玉珍，你来了，董事长决定了吗？玉珍，现在你是我最后的希望。玉珍，问你呢，董事长到底什么意思？我现在宣布，高杰被调到瑞华定制组，即日升迁。定制组就是咱们公司那个养老部门，而且定制组不是听说要被裁撤很久了吗？现在把他调过去，不就等于让他离职了吗？就是啊，进了养老部门还能干什么呢？知道你来瑞华的目的，我也知道你想做什么，但是我不会让你得逞的，因为你根本赢不了我。我不是为了和谁斗来到瑞华的，设计师的世界里从来都不是你死我活。如果你的心胸这么狭窄的话，恐怕不用我来竞争，未来你也做不出真正的作品。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？就是你这副自视甚高的样子。我从小就向着最顶尖珠宝设计师的目标努力，为了这个目标，我付出的不比你少，天赋也不比你差。你凭什么对我说这番话？只有我有资格取得成功。高慧，做顶尖珠宝设计师对你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？是镁光灯下的小小虚荣，还是在假想敌前炫耀的筹码？成功对你而言只不过是必须抢到的玩具，但对我而言，在珠宝设计界能证明自己意味着一切，这是我和你最大的不同。无论是圈内专家、市场反响，还是工资高层，都认可我是瑞华的顶级设计师。以你的资格，根本不配待在这儿。我劝你知难而退，尽早离开瑞华。如果你不怕更丢人的话，我也愿意奉陪到底。我的资格？珠宝设计是我终生的职业，唯一的梦想。为了做出最棒的设计，我可以赌上我全部的人生。因为选择这条路，我在矿区实习遇险，比赛被人陷害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退缩。实现梦的渴望比谁都要迫切。说到害怕，真正感到害怕的应该是那些把我推向火坑的人。话说得挺好听的，既然你不肯死心，好，那我们就用设计来一决高下，看看谁才能成为最顶尖的珠宝设计师。不过你连镶嵌组都留不下，我倒是很好奇，你怎么在定制组翻身？我跟你不一样，你是个在蜜罐里泡大的孩子，想从挫折里爬起来，确实有点难度。不过，人不可能一辈子待在蜜罐，而我会成为打破你蜜罐的那个人。
想跟你谈一谈，跟我回家吧。其实我想跟你说的是，如果你要跟我聊我去定制组的事情，那就不必了。能够不被开除，只是换个部门，按道理来说我该感激你。这件事情你难受是情理之中的，因为毕竟你是受害者，你是被人陷害的，而我作为你的男朋友没有维护你，坚持让你留在向前组发挥你的才能，而把你分配到了众所周知的养老部门，是我不对。这些你都知道，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？于芷，你根本就不懂我花了多大努力才能进瑞华，又下了怎样的决心在向前组工作。即便每天被高辉打压，我还是全心扑在设计上，这背后我内心的挣扎和纠结你了解过吗？高姐，我知道这件事情是我不好，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，是我不好，对不起。可是高姐，你有没有好好想过，这件事情归根结底你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？你问这个问题什么意思？昨天在这个屋子你跟我说别担心，我还天真的以为在瑞华我不是孤立无援，还有人愿意相信我。看来是我强求你了，未来的路该怎么走我本来就该自己负责。你干什么去？你不是说高慧从小在吴小慈身边长大，耳濡目染，学习起点本来就比别人高，明明就能换取成功的捷径，他能选，为什么我不能？因为你不是这样的人。就算我是又怎么样？站在我的角度，我没错。Hello， 特别高兴，终于接到了你的电话。高辉的设计带来了没有？这高辉的设计也就这样了，还是仰仗他妈妈吴小慈的名声呢。你看这条拖鞋真的太生硬了，一点灵动感都没有，哎呀，太让人失望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你给了我想要的，这个是你想要的。鞠总，不过我现在不需要这些了，而且我给你的并不是高慧的设计，而是我自己的设计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是要拿这个假设计来忽悠我吗？我不会做出背叛瑞华的事，这样有违我做事的原则。另外，我还要感谢你，你帮我认清了自己。你真的那么轻易就放弃揭发吴小慈，错失那个本该属于你的冠军？即便揭发了吴小慈，失去的冠军也拿不回来。以后我会用自己的实力去证明自己，有些代价我真的不想付出。这一次我做的选择
你会一如既往的支持我的，对吗？明晚八点，只为遇见你。哎，你啊，你就是那高杰呀？啊，是吧？啊，您是？我就是这个定制组的啊，我姓郑。你可别小瞧那些老师傅，别看他们每天端茶六鸟，他们来头可大着呢。你好，我半个月前送来了一枚祖母绿的戒指，说要改一下款式，您这边改好了吗？我根本就没戒，是你自己做的。什么呀？我明明交给你收尾收尾。你脑子都想什么呢？得了，走吧，我早上吃早饭吃的有点早。饿了，那吃饭去了。这就是玉芝口中那个手艺高超老师傅的定制组啊，这么懒散，明明就是一盘散沙。高杰进了一个要被裁撤的组，又跟着一群快要退休的师傅，能有什么作为啊？可你就不一样了，你是堂堂相见组的首席设计师，何必跟他计较呢？我知道你来瑞华的目的。我也知道你想做什么，可是我不会让你得逞，因为你根本赢不了我。穆子云是高杰的表姨，穆子云是你于池不共戴天的仇人。都是因为你，我欺骗了我最爱的人。我告诉你，利益摆在面前，你对他的爱情一文不值。你有什么资格提感情二字？